坐落在山中小社区内的咖啡屋，借由网络的传播，让许多人知道这间充满乡村野趣的意大利面餐厅。喜爱咖啡以及意大利面的老板夫妇，在退休之后，在这个地方开了一家店来圆梦。被绿意包围的室内环境十分的舒适，随处呢都有着老板夫妇的巧思。他们还把二楼规划成了艺文展演空间，将这里打造成社区艺文工作者的交流平台，带动着在地的人文发展。而这里提供的餐点价格亲民，在这样舒适的环境和三五好友在这儿聊聊天小聚一下，真的是惬意无比。